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60页，第二行看起，圣洁受持要修。请看经文，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获大欢喜，广为人数，常要修行。流通分里面这一段非常重要，我们学佛得不得受用，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希望大家特别要留意。这一段经文不长，只中几句话，讲了三段事情。第一个，摄取；第二个，受持；第三个，要修。就讲这三桩事情，能够落实这三桩事情，这真正学佛人啊，真正是释迦弟子、弥陀弟子。我们学佛不能不知道，不能不遵循下面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是以我差遇此法门，就是我们这一些人遇到这个法门，就是这部经、这部注解，那此就是这些，应当啊深庆幸，不但要庆幸，要大庆幸，要深庆幸。为什么？太难得了，佛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不容易，闻佛法不容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示现，讲经300余回，说法49年，所说的一切经，我们今天问，哪一部经可以能够代表49年所说的一切经？古来祖师大德都公认就是这一部
无量寿经。为什么？其他的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啊，宗门教下经论多，太多了。我们一生也不容易去看一遍。你要问哪部经最重要？可以作为总代表啊，那就是这一部。这部经保证我们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道啊。而且呢，人人都能修，个个都有份。太稀有了，太难得了啊！所以这八个字啊，你一定要记住啊！你应该深清信，切莫错过啊！错过，后悔来不及了啊！这八个字。在流通分劝导我们依教奉行，最难能的八个字，这两句话，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注解里面所说的啊，你很庆幸你没有错过。怎么样才是真的没错过？下面就讲的悟道，当前的急务，第一桩大事情就是舍去受持。为什么？色可或广大一切智智，你能够得到一切智智是佛的智慧，成佛了。换一句话说，你在这一生当中啊，你肯定会成佛啊，这一个法门，当生成就的大法，人人有份。读书好学的人有份，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的人也有份啊！历代祖师大德给我们做这一部经的注解这些大德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开悟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即使是没读过书、不认识字，他能够信，不怀疑，啊，信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西方有个极乐世界，一点怀疑都没有。一心一意求生净土，清净阿弥陀佛，生到无量寿就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里面最难能最可贵的寿命无量，其实是叫无量寿啊，活在这个时间长啊。所以一切佛法到极乐世界，你就有机会圆满成就，跟佛一样的一切智智。
注解的第二段摄取往生论里头有解释，极乐世界依报正报一切庄严功德成就，太多了，简单一点点，六书如一法句。什么叫一法句？一法句叫清净句。什么叫清净句？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是难得，这是我们的自信，是我们自信里面本有的。真实智慧不是从外来的，外面没有，圣贤教诲、大乘佛法可以帮助你、引导你，那个里面也没有真实智慧。真慧智慧从哪里来？一定要依教奉行，要放得下，要看得破。放得下就是真实智慧，看得破就是无为法身。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真的了。啊，这个地方讲的清净句，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跟他的老师五祖报告的头一句。啊，五祖考他了，你开悟了。啊，开悟是什么样子？说来听听。他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就是清净句。所以清净就是本性的，本自清净确实一尘不染，无论是在悟一尘不染，在迷还是一尘不染。不会说迷了就然，迷了他不然了。然悟的是什么？然悟不是自信啊，是阿赖耶识。我们一般讲妄心，自信是真心，真心是清净的，没有污染，妄心是污染。所以阿赖耶识里头，若歇淫子，眼见色而闻声，鼻嗅香舌尝味，通通落在阿赖耶里头。阿赖耶染污，那么我们就晓得大乘教里佛常讲如清净句啊，多半讲的就是开悟了，见性了。见性就用真心了，不用妄心了。用妄心没见性啊，那
静心难呐，不容易啊。有没有巧妙的方法让我们可以静心呢？有，此地讲的就是最巧妙的方法。啊，这个方法是，就是念老在此地所讲的“一法具者，为清净具；清净具者，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就是清净具。啊，由《弥陀要解》偶益大师说的，说一一庄严。全体理性，这个一切庄严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的清净庄严，从哪里来的？全体理性变现出来，理性就是真如本性。是理，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四，一跟四是一，不是二。迷了的时候，你见到四，没见到理；悟到的时候，离四完全明白了。欧耶大师这句话，夜夜庄严全体理性，这是什么境界？这是大彻大悟的境界，这是明心见性的境界，菩萨境界，阿罗汉还没分。大师说出这句话，也就是要告诉我们，他明心见性，不是明心见性，这句话说不出来。若能了达极乐，一切庄严成就，如一法具，从四。四是极乐世界的四相庄严，就明白道理。理是自性，是清净心。啊，是从四啊入一法具，这些关键在此地。入是什么？其如真的了，豁然大悟，悟到什么？离四是一，不是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自性变现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从哪来的？阿赖耶识来的，形象色，大乘念佛传说，一切法讲我们的宇宙，十方诸佛刹土，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我们自己心里的妄想，这个心想就是妄心，就是阿赖耶。啊，自心没有想。所以他们有心想，它是不思议的境界，跟四理法界跟四法界是一不是二，好像我们现在屏幕前面自信是什么？是屏幕，荧光幕屏幕，
十法界是什么？是屏幕上现的影像。影像在哪里？影像在屏幕里。屏幕在哪里？屏幕在影像里。这个意思懂不懂？你要听懂了，你透透一点消息了。啊，所以理就是事，事就是理。啊，不可能独立存在。独立存在，理可以独立，事不能独立。事是理性，怎么能够独立？啊，所以即事而真，这个真理啊，真理就是自信的。啊，从这一切事就明白，就开悟了，就通达离体，离事是一，不是二啊。那离上什么都没有，事上全是假的。同样的，什么都没有。那一念迷现一个相，一念又迷又现个相。那我们要问，一秒钟能现多少相？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话，一弹指，32亿8000年。一秒钟能弹几次？弹得快的，身体好的，我相信可以弹7次。32亿8000，100个千作为单位，所以一秒钟7次等于2240兆次。我们现在这个宇宙看的这个幻象，就是在这个高频率之下产生，所以佛经有科学，这是高等科学。啊，2240兆一秒钟，无法想象，所以《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万法皆空，了不可得。你哪一样可得？我们身体这个样子，一秒钟已经换了2240兆次，哪一次是我？哪一次不是我？你能把这个想通了，达斯明理了。怎么修法？绝对要放下，放下清净心现前。我们起心动念，从早到晚，你睡觉还会做梦。做梦也是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梦从哪来？所以这个起心动念呢，一秒钟啊，2240兆次，不能不记住啊。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彻底放下。即事而真啊，从事大理，我们都从这修。那么今天师尊传给我们最殊胜的法门，一句佛号，不起别的念头，起心动念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你要认真念，决定不偷懒，决定
不马虎，啊，真正下定决心，那一天，从这开始，啊，我这一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离开。明天再念一天，念上一个月，慢慢养成习惯了，一天可以念一万遍，从这起两万遍，你的往生极乐世界有把握了，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经可念可不念，经是缩小的，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缩小成一部，这么意思，这一部经念完，就等于一切经全念了。妙啊！所以叫你要珍惜啊，千万不要错过啊！错过太可惜了啊！尤其是年岁大了，像我这个年岁，什么都放下了。我要不放下，我就错了。啊，一天到晚就是一句佛号啊，靠得住保险的，谁保险？无量寿经给我们做保险，就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给我做保险，啊，保险我成就。你能不能相信？能不能求生？能发愿，能相信，能求生，决定得生。佛法传到中国将近2000年了，这2000年当中，多少有才华、有智慧、有聪明、有德行的人，无论在家出家，依这个法门成就的有多少人，不计其数啊！这些人是我们的证明啊！啊，他能成就，我也能成就啊！我为什么不能成就？我们不能成就，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放不下。只要有一桩事情放不下，无论是世间事还是佛法的事，只要有一桩放不下，你就去不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功夫是纯道基础、专道基础，不能有丝毫夹杂，才能成就。啊，我把这一句再念一念，这非常重要句。若能了达极乐一切庄严成就，入一法局，从四大体即四而真，地心万德庄严。
直如一句名号之中，你能不能相信？真能相信，你真的利益。三恶道决定不能去，今天这个世界无可留恋，为什么无可留恋？刚才给大家讲的一弹指32亿百千年，你还留恋什么？这一弹指它生命多少次了？所有的现象，整个宇宙生命多少次了？一弹指32亿百千年了，我们把它换成数字，320兆，一弹指320兆，根本就不存在啊！存在的就是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上的画面一样啊。从这个地方你好好想想，看电视能不能看物？难呐。他忽然想到这一点，电视一秒钟才100次啊。佛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眼前的世界一秒钟是2240兆次。无法想象啊。一秒钟100次，在屏幕上就把你欺骗了，你以为是真的啊？真的是一秒钟2240兆次，这真的。啊，这一句话说得好。地心万德庄严，万德庄严是讲一报正报啊，变法界虚空界一报正报啊，能现的是自性，所现的是万法，直如一句名号之中，这还得了？他在哪里？他在阿弥陀佛名号里头，我心中有名号，我心中有整个宇宙，一报正报一样都不缺，是不是？你为什么为念佛？你为什么糟蹋你的光阴？念佛是你的命根，你的命根在真的浪费，一直浪费到死亡，死亡之后搞六道轮回，大错特错，太不值得了。啊，我们这部经到了幕后了。幕后我们还要细数，一字一句都不马虎。讲完之后，我再讲第五遍。第五遍怎么个讲法？就是我现在这种讲法。
那可能一个小时只讲几句话，但是有受用，有管用。啊，不是研究教理的讲法，研究教理去找年轻的法师。这个路我走过来了，我不走回头路了。啊，我现在这个年龄跟大家在一起探讨的，怎么样我们决定能往生极乐世界，怎么干的是这个事情。万缘统统放下，净念相继是摄取，记住，摄取是什么？就是清净心，没有妄想，没杂念，就念这一句佛号。念念相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速度快慢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这一句佛号里头没有杂念，这一句佛号里头没有妄想，这就叫摄取，这就叫净念相继。下面说，弥陀名号。正是正摄智慧，无为法身。法身功德不可思议，故名号功德也佛不可思议。取不可思议的功德，是念佛。做什么好事都是假的。人天福报而已啊！但是有一桩事情是真的，现在人信假的不信真的，到处可以看见，信真不信假，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一个。怎么办？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我们不是在进步，是在退步。古圣先贤的教育没人学了，都说这是落伍了，不适合时代了。那么，古圣先贤的教育肯定会衰，会在这个世界消失了，变成极少数的人住在深山里头。不喜欢跟这个世界往来的，那西游再西游啊，太难得了。那我们先前时代比三五十年之后不知道好太多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办汉学院的原因。希望中国传统文化有年轻人的继承，年轻的菩萨，年轻的再来人，不是再来人，他不相信。啊，真正相信再来人，我们遇到能信，能发大心，我来干什么？我来救传统文化的，用什么方法来救？读古人书，讲解古人的书。把自己所学的传给后人，一代一代传下去，
不能没有传人，一定要找传人。啊，只要你发心，你就会遇到。啊，好学的人，最简单的看法，孝顺父母，尊师重道的人，那就可以传。他只要有这个心愿，就能传；没有这个心愿，靠不住。你再好东西教他，他也不会传下去。他心不在焉，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孝亲尊师是圣贤的大根大本，孝亲尊师也是成佛成菩萨的大根大本。啊，离开孝亲尊师，圣贤的法、圣贤的道就没有了。我们观察一个人，我们跟人相处，嘴巴不不必说，心里有数，要看得出来，这个人可不可以交际？尤其学佛法，学传统的典籍啊，他能讲，他有没有做到？能讲没有做到，我们只取能讲的一部分。我跟你学，学解门，我能理解，我也能讲。更重要的，你没有行，我要行。才能把五千年文化传下来啊，功德无量无边。啊，如果你想就是大慈大悲，你是菩萨，你到这个世间来现过往生，现宰官身，今天讲从政，为什么？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这个做官的是好官的，是来救人，不是来害人。啊，到这是来一趟，值得，有价值。啊，方向没错。道路直通圣贤大道。啊，出世间叫佛菩萨，在世间就是六道轮回里面成为大圣大贤。这就没白来，不能不知道。无为法身，功德不可思议啊！真实智慧，都是自性本具的。化身功德不可思议，故名号功德也不可思议，叫我们受持，受现受依教奉行。本经宗旨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宗是修行重要的道路，依此而修，是名为受。依照这部经典，
所讲的道理，依照这部经典所讲的方法，认真去学习，这就叫受啊，真正就持保持至持名号与持诵本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不要搞别的？不要搞别的，别的通通放下，恭敬礼拜，因为它也是好事。但是好事只有头等好事，念阿弥陀佛念无量寿经是头等好事，不要再改了啊！学其他法门可以改，改这个路越走越近，越走越宽敞，越走越自在，这是可以的啊！要换别的道路别的法门很辛苦啊，我这一生得讲个性，不是好好个性，一定要把东西搞得彻底透彻明白，我才会相信。亏吃大了啊！善根深厚的人，他看一遍听一遍，他就真干了啊！我对这个完全相信，完全接受。85岁才开始，85岁之前都在一些大经大论上啊，娴熟天台，慈恩啊，还包含一些小乘经教。都在这些经典上下功夫啊！遇到无量寿经，老师介绍给我的时候，我还不完全相信啊。我讲华严经，讲到善财童子普施善财，我才完全觉悟了，明白了。我走的路子是迂回的道路。我放弃，我走直道，直通。那直通是什么？就是无量寿阿弥陀佛啊，无量寿经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别的不搞了啊。年轻早年间80岁之前，你来看我，我的房间四围都是书架，都是书。现在你看我没有了，不要了。有人喜欢你送给别人，留给他人物，我不干了。我就一句无量，一部无量寿经，一声阿弥陀佛。啊，所以往后讲经，我也就是一部经，一句佛号，给大家做证明。事出世界，名闻利养，扫除的干干净净。啊，那么这部经。宗旨前面都过了，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宗修行要紧，宗旨是依此而修，是名为受，你真的接受了。持支持名号与读诵本经，这都叫持。
所以受持就是读经念佛啊，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可别搞砸了。你念了多年不灵，什么原因？杂心嘛，夹杂着妄想来念。错了，念佛不是求消灾的，求消灾。为什么？念佛人没有消，没有灾，消什么？念念还求消灾的，那个灾还没断，还不少。念这部经，念这个菩萨，消这样灾，消那样灾。消不完的财，再消不完，还继续还在造业，怎么了？大问题啊，不是小问题啊！60岁以后啊，就不能含糊了。要走近路啊，近路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佛，没有比这个更近的了啊。经是理论，是依靠，必须要通达，要搞清楚搞明了，死心塌地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念不离佛号。下面念老告诉我们，是地菩萨不离念佛，此一句佛号为佛与佛乃能究竟。是以等觉大师也不离念佛，我等凡夫但当老实念去。这话是多恳切，我们是凡夫，妄想杂念，洗不掉啊！回头再看看，《华严经》上讲的是地菩萨，啊，《法华经》上讲的等觉菩萨。都不离念佛了。观音是智，文殊普贤，地藏菩萨，哪一个不念阿弥陀佛？哪一个不求生净土？他们的本身都在极乐世界，到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度众生，化身去的。本身在哪里？在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身边，没有离开阿弥陀佛。真的不是假的。念老在此地劝我们，但当老实念去。要解人，以持名善根，福德同福。你要修善根，你要求福德，善根福德在哪里求？原来在念无量寿经，在念阿弥陀佛这一句的修，圆满跟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相同，
圆满的大福德了。我们要记住啊，下面是念老的一句话，明弘大师赐言：真得十方如来之水也，是因敬畏来兮顶礼膜拜此一句也。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念佛时就是善根福德同佛时，是故当护广大一切智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也学习到此地。啊，经注句句要紧，一句紧凑着一句。如果我们当面错过，那真叫大不幸，那真正叫没善根没福德。啊，有善根福德的，就这一今天讲这一个小时，他要依教奉献，他就能成佛，他就能脱离恶轮回。所以善根福德同佛了，不是同菩萨，不是同阿罗汉。好，今天就学到此地。